算力。理想豁出一切的进行低俗表演后，都没能顺利打开欧美市场，并得到此前金主们许诺的种种资源的情况下，充其量是边角料的杨颖和张嘉倪，又怎么会如愿以偿得到更多的资源呢？现在这种情形下，对于杨颖而言可谓是骑虎难下，又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做错，从而得罪潜在的欧美资本，又没有任何能为自己反驳的证据，不仅现有的商务代言和资源或受到巨大冲击，随后想要回到人气巅峰，成为各大圈层的宠儿，显然是不可能了。这或许也是杨颖对自己的任性所必须要买的单。对此，大家是怎么看呢？